尊敬的黄老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从师长集福消灾之道再续版这是老人家为这本书写的序文来学习老人家对于因果教育的重视因果教育的重要开示那在我们现前呢因果教育是刻不容缓老法师常说伦理道德教育让人耻于作恶因果教育让人不敢作恶这个不敢作恶效果比较立即让学习的人先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不敢去做不然他不懂因果的肆无忌惮造恶这个就会社会大乱了所以这个周安世先生清朝周安世先生说这个人人之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当然我们在学校系统讲因果不要让这个家长感觉好像是很宗教性因为可能现在现况学校里面宗教不同我们用儒家的言语来讲甚至于可以呼应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有讲什么众善得善报那儒家讲的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善是因呢百祥是果吉祥是果恶是因百殃祸害是果这个儒家也讲了不少我们看这个大学里面讲了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你这个用不法的手段呢得到的货物那铁定你是守不住的包含你言语言备而出者你这个言语不符合道德伤到人了你造了这个恶亦备而入还会回到自己的身上这个小俄语说的打人就是打自己骂人就是骂自己这个更通俗了包含我们这段时间学习弟子规那闻欲恐闻过心是因质量是见相亲是果闻过心是因嘛是能感赶来良师益友来护念你质量是见相亲这个是应这也是果弟子规也不离因果你包含我们跟同学们讲一个人对父母能够冬则温夏则静对人的关心特别敏锐他现在
培养了这样的德行，他以后到社会，你看这个是重因呢，得未来的果啊。你看他以后到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是服务他人的。他这个非常敏锐，随时可以察觉人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他需要喝水了，啊，可能他太热了，哎，赶紧去调温度了。都可以引导孩子看到未来的果相。好，所以佛49年所说一切经呢，从世上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而一个人对因果敏锐了，他会对自己负责任哦。现在不负责任的人对因果没有概念，甚至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了。我们看师长的教诲，佛言一切法从心想生，依随正转。我们这段时间呢，常常跟大家提一句话，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管用，哪一句管用啊？大家看一下，老和尚讲了两句哦，大家觉得这两句管不管用？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依随正转。请问我们现在遇到的哪一件事情离开了这个道理啊？问题是你要相信这个真相啊！你相信了，你就会用它去思维，去解决问题。那没有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了，而且是从根本解决哦。所以信重不重要？相信佛法，你才肯去用它。老和尚受了具足戒啊，回到台中莲社谢老师啊，李炳南老师在门口对老和尚说：“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大家听这个故事都是。想着老和尚被李炳南老师念信佛啊，老和尚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做为什么？提醒自己啊，要信佛啊，信佛所说的真相啊，不要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我现在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不满意，这是我的心现的，从心想生哦。怎么解决？调整我的心呢？相信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人会不会抱怨？假如我们现在还会抱怨哦，我们不相信这一句话哦。老和尚常常用做梦来比喻啊，梦境怎么来的？我们的心想出来的。而梦里面有人哦，山河大地哦，那我们做的梦叫梦中梦啊，我们现在还在做梦了，所以这整个境也是我们的心想生哦。那真的信佛所说的，并且依佛所教的去解去行了，那他一定得利益了。他心念一转，
境界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转，你是善的念头，这个境界就往好的方向转，你还是用情绪在面对这个人跟事，他就往不好的方向走了。有个孩子问我，都差不多20岁左右吧，他说我知道我母亲为我好啊，可是她每一次讲话呢都太啰嗦了，我就忍不住用不好的口气跟她说话。我说那你换一个说法啊，他说母亲啊，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呢我待会有什么事要忙，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说啊？因为他觉得妈妈一讲太长了，耽误他其他的事儿了。我说这样的结果会怎么发展？一个是你用情绪去应对了，一个是你的心先理解，确实妈妈是为你好，然后你也要学会沟通，不要都是用情绪在讲话，那这样两个发展一不一样啊？其实孩子他都懂得去感受，我们都可以分析给他听，你看不同的心念跟你母亲的相处互动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老祖宗有一个词叫沙盘推演，常常引导孩子来感受这个事物的发展。当然了，我们要让孩子相信这个道理，首先我们自己也要很相信你对一切法从心想生完全不怀疑啊，你在讲的时候就很有摄受力了。好，那依随正转，你看老和尚说的正报啊，指自己的起心动念。依报呢，则包罗甚广，近的从个人的身体相貌。我们有没有抱怨过父母把我长得不够庄严，这个也是自己的心念变现的尤其我们都进入秋天了那更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任了远至周边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生态、虚空法界，无不涵盖其中，皆随顺个人心念染净善恶而呈现美丑好坏。依报随着正报转。好，我们随着老和尚这两句教诲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怨天不尤人，我们过上这个日子这样我们一怨呢就把自己功德烧掉了别干这种傻事故知心行是因，祸福是果我们的心行是能感，祸福是所感相随心转，风水在人心看事情能看到根源处，我们常用一个词叫彻法源底我们现在学了佛了这个看法跟佛的看法一样这个眼睛就变慧眼佛眼林则徐先生
他也是佛弟子啊，你看他看事物都看得很透彻，那个实无异啊，很有人生的见地哦。大家有时候可以多多啊，在啊自己复习复习啊，温故而知新啊，可以为师矣啊。啊，当然也常常刚好有这个机缘啊，帮同学们复习复习。啊，可能同一个道理啊，可能听到第五次、第八次啊，哎，突然感触比较深。你不知道，每个人不知道是第几次哦。啊，我看我们现在的更新啊，说一次啊就感悟很深哦。啊，我自己观察自己啊，不是这个更新哦。哦，我记得看老和尚的十年因缘啊，跟李炳南老师的学习的十年因缘，我都听了可能都有20次以上了，都觉得突然看到一句话，哎呦，这么重要的话，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啊？自己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啊，啊，不多听几次啊，深入不了。哎，真的哦，听了20遍了，还没注意到哪一句呢？啊，老和尚说，善知识最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哇，你看，我居然漏掉这一句啊！啊，就帮助我们放下忧虑牵挂、分别执着。哎，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忧虑牵挂？老和尚呢，把道理给我们讲明白，理得心安，心安就没有忧虑牵挂了。假如还有忧虑牵挂，那我们没有住在老和尚的法上面了啊。没有以他的法来思维了，善知识难遇哦。老和尚一代十教这么好的法，我们不用他来思维啊，那这个福报就折损掉了。人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好好去思维，好好依教奉行啊。珍惜这个缘分福报啊，比方说老和尚劝我们扩宽心量啊，普天之下没有不能包容的人啊，哎，你真的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了啊，没有你不能包容的人，不容易生气了。好，所以老和尚帮我们放下忧虑牵挂，理得心安啊，还有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哎，这分别心很容易起哦。啊，你看好丑就是分别心了。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社会，你会见到很多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族群的人，不同宗教都有，哎，不能去分别啊，一分别可能就产生了优越感，产生傲慢心啊。老和尚指导我们要礼敬诸佛，不去分别，那你在处事当中就是修普贤行了。来看我们教书，平等礼敬每个同学，不偏心，这就是普贤行的落实了。广修供养，平等的供养啊，哎，对哪个同学比较好，对哪个同学比较不关心，这个就不是普贤行了。我们
净土为归哦，好不容易遇到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这一日啊，可以出轮回哦，这可是大事哦。啊，现在邻居老居士了解了念佛法门，高兴了三天，啊，把他的书房改作欢喜斋，啊，高兴三天，一直说了，我终于可以出去了啊，啊，终于可以出三界狱啊，啊，终于可以出轮回这个牢狱了。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了哦，其他的都是芝麻蒜皮，其他的都是什么梦幻泡影、白驹过隙。好，那要出轮回啊，要净土为归啊，那普贤行的功德啊，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哦。哦，所以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跟普贤行要相应，所以不要分别啊，就能落实普贤行了。好，哦，所以这个自己观察自己的根性啊，确实要学习很多遍，常时熏修啊，才能深入。哦，那就像林则徐先生《十无意》啊，就提到了"存心不善，风水无益"，因为风水在人心呢。不孝父母，奉神无益，拜佛也无益啊！你没有叫佛的教诲去做了啊！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啊！我观察啊，现在的孩子心里都有事，现在很少看到啊，笑得非常灿烂啊，一点忧愁忧思都没有啊。你看孩子有时候看什么时候呢？哎，不经意的，哎，他也没觉得谁在观察他，谁在看他，那时候看他的表情啊。我们以前交朋友也看过啊，哇，笑声哈哈哈哈，很大声的哦，听起来挺开朗哦。有时候不经意看到这个朋友，哎呦，怎么脸上是愁容？哦，那就昨天啊，有个男同学，哦，他就说到啊，他跟他妈妈关系不好，因为啊，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啊，对他陪伴太少，他怨他妈妈。哎，诸位老师啊，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学生呢？哦，我感觉现在父子友情处得好的比例啊，不是太高。说我们一回想说跟父母没有隔阂啊，啊，一想到父母啊，内心就觉得很温暖啊，没有匮乏。大家去感觉一下，一个人跟父母的关系处不好，他一定会感觉他缺爱。哎，缺的人会怎么样？没安全感。他就要想去控制、拥有，他才有安全感。哦，所以大家看事情啊，看人，
看深入，入木三分啊。你不要看一个人这个占有欲很强啊，你看深一点，他缺爱啊。你本来要批评他呢，你一看到他缺爱，你比他体恤他了啊。有一些事物啊，你看得更深了，你可能就不发脾气了。哦，那他也很难得啊，他提出来啊，跟我探讨。哦，那陈德啊也是啊，跟他提到了。哦，你这个愿一直放在心上啊，你自己有快乐吗？哦，再来，你母亲啊，心上也会有这一件事啊，他也会过意不去啊。哦，那你们两个都难过呢。哦，他还提到了，他妈妈都给他道过歉了。哦，而且还讲过啊，当初因为家庭啊、赚钱这些因素，都给孩子讲过了。哦，我说那你看你真的体恤你母亲的难呢，你把这个愿放下，你母亲心上那个石头也放下了，那你们彼此的关系啊，就可以上一层楼了。哦，而且这个母亲恩德那么多啊，你何必就一定要放在这个愿上面呢？哦，所以我们处事啊，叫念恩忘怨，哦，这是挚爱呀。啊，你念恩的时候，你的心情非常欢喜；啊，你念怨的时候，你很痛苦。啊，所以懂得挚爱。哦，那刚好对方呢？也是学佛的，哦，哎，也用到这一句话了。其实啊，你的人生这个宇宙啊，也是你自己的心变的，啊，当然我们要看学生对方啊，他有接触过哪些道理，以这些道理啊，啊，跟他引导。好。这个老和尚讲到啊，教育的两个目的，其实第一个目的很重要，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哦，这个是第一个目的。那他恢复了，他没有匮乏了，他不缺爱的人，他很愿意去爱别人，而且他爱别人，他不会去索取别人要回报，那再延伸开来，就是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爱家族，爱邻里乡党，凡是人皆需爱，凡是物皆需爱。现在的小孩啊，太缺爱了，都会去伤害小动物啊！哦，我们听过一些例子哦，一些野猫啊，拿这些小动物出气了。有时候我们看了会觉得，啊，这孩子怎么这么残忍？啊，你再看深一点呢，这些孩子一定都缺爱，所以他内心很苦闷的。你不缺爱的人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出来？从一个大的道理来看，行为不好的都是缺爱的人。你可能去爱他，让他感觉你真为他好啊，他可能善根就开始出来了。好，
所以这个不孝父母啊，奉神无义，兄弟不和，交友无益，也还孝悌为人之本与本于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也还这些句子对求学问呢、啊，你没有注意到啊，你学了一辈子学问，跟人没法相处，因为傲慢，心高气傲啊。哦，那这些学问反而是误了自己了。哦，所以这个十无义啊，都很精彩的道理。哦，哎，多跟同学们呢、啊、复习几遍呢、啊。哎，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啊。要有耐心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啊！啊，此时为一切化解灾难、修积福德之理论依据。佛这两句话是真正化解一切灾难、修积福德之理论依据了。好。啊，然消灾啊，必先修福；修福啊，必先忏除业障。哦，哦，一切佛法、啊、皆是忏悔修福的妙法。那《了凡四训》也说了，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啊，这个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不再犯同样的错了。啊，那改过还是很重要啊，不然我们在修福啊，但是又造业，啊，就好像这个桶子破了洞了，那装水都漏了很多了。而且人不忏悔啊，良心不安啊，这个真心用不出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长的经历啊？啊，比方说做了什么坏事啊，不敢跟妈妈讲。哦，然后那一整天哦，这个心好像心上有个东西啊，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啊，啊，跟妈妈讲了，啊，哎，讲完之后啊，心里好像舒服多了，心上没东西了，啊，所以人是真有良心啊，啊，所以观自在菩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观自己的心念呢、啊，跟性德相不相应，跟性德相应就很自在了。哦，哎，犯了错不道歉呢、啊，其实自己心也不自在，啊，就是一个面子放不下，就面子搁在那里了，舒不舒服？啊，我们不肯道歉的时候舒不舒服？啊，我感觉我们人先要自爱，别搞得自己每天那么多不舒服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哎，赶快去给人家道歉呢，啊，心里就舒坦了。好，一切忏悔修福法皆是佛法，好，故曰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好，那善恶的标准为何啊？今要言之。
啊，挑最精华重要的哈。汝之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为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儒家的纲啊，提纲挈领啊。我们抓住这个纲啊，就可以在境界当中观照。哎，我的心行啊，符不符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道中啊，就不在劫难当中啊。哎，具体落实啊，在于《弟子规》。因为我们懂了这些理了，总要落实在事上，理事圆融。那《弟子规》都是生活当中伦常的落实，伦常的理。佛之三福六合，十善五戒，十愿十度，具体落实啊，在于十善业道。这是指啊，佛家的纲领所在。这五个行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道之崇尚啊，自然法则。把儒释道啊纲领掌握住。接下来这个是《道德经》说到的。生而不有，生养啊，你看天地生养万物，但不占为己有，为而不恃，为培养万物，但是不恃，就是好像是不恃己能，就好像我们去帮助别人了，没有放在心上，不能说，哎，你有今天，都是我帮你的哦，那这个付出啊，是有求的心付出的，这个就与道啊不相应了，求人回报了，心地不清净了。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当官的人啊，曾经帮了一个百姓啊，后来这个百姓啊致富了，结果这个读书人呢，这个当官的人反而啊。衰落了，也没当官了，结果有一天呢，看到这个他帮助的人家，结果这人家就请他，恩公恩公啊，请他进来吃饭呢，招待他，结果他就在那说了，假如没有我当初帮你啊，你怎么有今天呢？就这种气势啊出来了，结果这个人发达了，然后看到这个曾经帮他的人，好像很要这个功劳，你的心念不好啊，有可能触动对方的不好的心念，他觉得你这种态度让他觉得很侮辱啊，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对他提多少要求啊，你看他也往不好的方向想了。你假如说，哎呀呀，当初帮助你，也是，
顺手的事啊，你不要放心上了，可能人家会更感动，更希望多回报你啊。结果你看人的心念不同啊，跟对方的相处的发展就不一样了啊。哎，对方也起了不好的念头了，不知道以后还要怎么对待我，哎，起了杀机了。就把，因为在家喝啊喝啊，喝醉酒了，就遇难了。哦，当然，这个也不应该这样恩将仇报了。哦，可是他会遭这个难，也是因为他对人有恩呢，但是都要人回报。哦，这个也不符合道家的精神。所以我们都要往了凡四训讲的三轮体空去努力。我们现在检查检查，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放着谁谁谁我帮助过，谁谁谁是我带的，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哦，就马上随着道家的教诲啊，哎呀，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把这些都放下来啊，清心寡欲啊，哎，具体落实啊，则为太上感应篇啊，这是老和尚常说啊，扎三根啊。老人家提到啊，他观察为什么上一代的人呢，出那么多高深大德，可是到这一代呢，怎么比较不容易出了？观察了几十年呢，领悟到了，因为上一代啊，都有传统文化的根。根深蒂固啊，才能枝繁叶茂。这个根呢，诚得观察。胎教的根呢，最老。所以老和尚说，重视胎教出圣人，重视三岁以前出贤人，三岁以后啊，教到君子算蛮不错的了。你看这个时节因缘确实存在，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因为这是我观察到啊，这胎教的孩子呢，他七八岁，他到学校去接触到同学看那个不好的漫画，不相应，他就不会去看，他的根老。你看这陈德十几岁的同学，这些不好的东西都看了，染污啊！跟他们比，你不要看他八岁哦，一讲话小大人哦，哎，都是很稳重的哦。好，他又稳重又天真哦，那人见人爱啊。嗯，好，好，那自己也接触过很多学经典的，八年十年都有，但是他们都是可能七八岁十来岁才学，虽然学的时间很长啊，八年十年了，这个一到欧美去留学，那几乎抵不过这种五欲的诱惑，所以扎根重要啊。好，若论修学次第啊，首应遵依感应篇，
因为感应篇是明因是果，他能深信因果，不敢乱造恶了。次寻弟子规，恪敬人事，在人伦的本分去敬啊，力行十善，这样呢，儒释道的三根呢，以为菩提大道之基石，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像韦提希夫人啊，她很有智慧啊，佛把宇宙的佛国度现在他面前，他选了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佛先教他敬业三福，所以还是要修做人的基础啊。第一福人天福，符合了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啊。所以老和尚慈悲啊，这个。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啊，修十三业，落实在十三业道经。所以扎三根其实就是修第一福，就是符合善男子、善女人啊，阿弥陀经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善男子、善女人是当机者啊。啊，我们敬宗也讲一句话：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我们假如没有三根，没不懂做人啊，你说每天怎么可能不造新殃啊？每天贪嗔痴都会做主了，不可能不造新殃了。所以人成则佛成呢，先要把人做好。所以以为菩提大道之基石。静观中国历史五千年来，虽经朝代兴替，但古圣先王对儒释道三家教学之普遍弘扬，无不重视。所以故能成就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人心得到教化了，人心善，当然家庭社会就安定了。但至近百年，西风东进，这个西风当中啊，功利享乐，包含工业革命之后啊，比较重人人崇尚科技，功利为先，漠视就忽视了传统文化，忽略了因果伦理道德教育。就是老和尚把问题的根源呢分析出来了。我们人要很会分析事，才能解决事情。我也常常跟大众啊探讨。因为现在看起来问题好像纷繁复杂。我们看从身体，慢性病、癌症那么多，你看古人说病从口入，人的欲望强啊，你就忍不住吃一些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了，你看身体的毛病。心理的毛病，现在忧郁症很多啊。求不得苦，太多了。甚至于，你看，
刚刚讲到的例子，孩子内心啊怨父母，因为父母的陪伴太少了，等于是说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啊，变成电动玩具陪伴他了，啊，家里空荡荡的了。一个人忧郁症的情况啊，依据调查，都跟家庭有关，比例蛮高的。哦，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多赚点钱，还是多陪陪孩子，让他心理健康？哇，这个不好抉择哦。其实啊，那个赚多少钱呢，是修来的。哦，不是说你工作12个小时、14个小时，你就赚的比较多哦。当你赚的很多而亏了你的道义本分呢，你那个钱留不住哦。利者义之何也哦。哦，你看《易经》讲了，利跟义有关哦。你亏了义啊，你亏了福报了。哦，很明显的，父母赚了很多钱，忽略孩子陪伴教育，结果这个孩子赌博了，孩子骄奢淫逸了，哇，那你父母赚的钱守不住了。所以人啊，还是需要安心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哦，大家要多推广，理得心才能安呢。啊，命理有时终须有，不然那种氛围啊，大家都拼命赚钱了，除非明理的人，不然一定都会受风气的影响。你看多少人，本来教书啊，公务员啊，下海经商，哇，那一波一波大家都在赚钱了。啊，像陈德叔家啊，父母啊是同学，师范学院的同学啊，都是出来当老师的。哦，后来这个父亲是当说老师的薪水啊不是太高，啊，又去搞高考啊，去当公务员啊，在银行里面服务啊，哎，看起来钱赚的啊比我母亲多了，哎，结果后来退休了，退休金只有我母亲的一半，哦。他也常常开玩笑说：“哎，现在都吃你母亲的啊！”你看，命里有时终须有。哎，好，那啊，我们在这种风气之下，要立得住啊，还是要明理啊？好，那刚刚陈德分析的，身体有问题跟欲有关，心理有问题，孩子缺乏陪伴，也是父母太重利了，或者人 太重欲，他就有求不得的苦，诸苦皆从贪欲起。你看每一个原因，你分析到人心离不开利欲。你看家庭的纷争，夫妻为什么闹离婚？你重欲了，第三者出现了，或者太重利了，
夫妻重利就轻义了。你看父子兄弟为什么上法院呢？为了利啊。包含社会的问题。来看这个团体为什么诚信问题啊。为什么跳槽啊。君臣没有义了。还是利欲熏心了。从根本上看就是人心的问题。就是缺乏伦理道德因果。我们看自己，看学生，看亲戚朋友，都能看得很深，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啊。好，演变至今啊，因为忽略了伦理道德教育啊，都是功利了。小至个人家庭，大至国家社会，乃至自然生态，人放纵自己的利欲了，为了要赚多一点钱，破坏大自然了。所以老和尚看事情啊，你看这个都强调环保啊，有改善吗？根源的环保是心理呀。你人都自私自利了，你这个环保要做好很难的。看到根源了。所以生态自然生态还有宇宙平衡，一一遭受严重的破坏。地球人类的寂绝存亡啊，实为今日世界共同面临的最大课题。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哦。我们要尽家庭、社会、团体，包含这个世界的道义哦。我们是地球公民哦。现在气温上升哦。好像有一个骗子叫是不是什么正负什么0.2度，还是那个骗子啊，就是你超过了之后啊，可能这个生态就没有办法逆转了。可能一些永冻土啊，一解冻啊，一些不好的气体出来啊，这个地球就没有办法再恢复健康的自然生态了。真的是寂绝存亡哦。而改善大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素了，叫正负2度C啊！我记得我当时看过这个片子，你说这个需不需要教育我们每一个同学、小朋友啊？珍惜地球资源呢？吃素啊，让这些植物不要被砍伐了，所以西方现在很重视这个蔬食，都是用环保的一种角度啊在提倡。那小孩从小啊都为了整个世界在着想，那这个孩子是有福报的孩子了。而且你在学校里面呢，用为了救地球的角度啊来谈素食啊，我相信各个宗教啊，都能够接受了。对修行人来讲啊，无情
不能修道啊，没有情义，没有道义啊，修道修不成了。见义不为啊，无勇也啊。我们也要尽好地球公民的责任。那延伸开来啊，你看这些垃圾分类啊，爱惜环境这些教育啊，老子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啊，这个常呢，即常道啊，因果伦理道德啊，是也啊，都是常道。就如啊，日月星辰之运行，春秋四季啊之流转，永恒不变。好，我们古人就是道法自然，他能看到天地这些运行的道。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啊，生而为人呢，若能深明本分，因循之常道。哦，在五常，啊，好，包含我们刚刚说的五伦啊，这个都是常道。啊，随顺自性啊，本具之德行。啊，随顺自己的性德。则身心健康，啊，百病不生。啊，进一步啊，老和尚以中医啊来开解哦。那刚刚也提到这个医报最近的啊，就是我们的身体相貌啊。中医强调呢，仁慈养肝。我也遇过一个朋友，说我爷爷很喜欢帮人啊，可是他怎么短命啊？我说你爷爷是死于什么原因啊？他说肝癌啊。我说你爷爷是不是脾气很大？他说对啊，我爷爷脾气很大，暴怒伤肝呢。啊，虽然喜欢帮别人，但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习性呢。哦，而且你发脾气哦，全家人心情都很抑郁哦。啊，怒是猛虎啊，每一次打开家里的门，心跳都加速哦。啊，这个就没有无微不至了。哎，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一走进教室，啊，看看学生的表情，是这样啊，哦，还是哇，很期待老师进来，哦，所以这个佛家讲三种布施啊，这个我们老师面上无嗔供养具啊，啊，脸上。都是很亲切的啊，好，好，当然是恩威并施啊，啊，仁慈养肝，正义养肺，礼乐啊养心，智慧养肾，诚信养脾胃。哦，所以这个五常跟五脏是相应的，哦，包含跟这个五情五音都是相应的，宫商角徵羽啊。哦，那一天我们啊，这个一位王老师啊，他是五情老师啊，啊，一弹曲子啊，啊，结果有一位啊，我们华教的老
老师啊，他就举手，啊，我刚刚听你的曲子，啊，我的腿啊哪里就麻了啊，这个气血好像就通过去了啊，就有这个气感了啊，麻麻的，哦，他可能那个音呢，啊，跟他那条经络相关的，哎，真的哦，那好的音声呢，啊，能治病哦，啊，佛家以前治病啊，念咒语啊，那个声音就打通你的气脉啊，武侠小说说的任督二脉。哦，那现在咒语可能传的那个音呢，啊，可能不够准啊，而且呢功力也不够哦，不然这个音声能量场也是很强的哦。好，哦，大家多听听古琴曲啊。我们这个有一个平台啊，叫熏文陈总啊，我们内部啊，一些资料交流的平台啊，这个平台啊也是因缘际会啊，拜新冠之赐啊，因为我们有两位同仁，他们是夫妻呀，啊，他们本来在大陆工作啊，他们马来西亚人在大陆工作，结果当时新冠爆发了。他回不去大陆了，啊，我说，啊，我要去英国啊，你们先陪我去一下啊，到时候再回来嘛，啊，结果一去英国啊，走不了了，没飞机可以坐了，哦，啊，他们就是做后制的，录音啊，弄这些档案的，啊，刚好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位家长啊。他说：“法师啊，你讲的这个都是成人听的了，有没有给十三四岁的孩子可以看的呢？”哦，那人家有这个要求了，我们就尽点力了，就找一些好的影片呢，动画，还有一些这个以前曾经跟大学生讲的。我以前也跟这个初中生有讲过课啊，这些提供给他，所以才啊弄了这个平台啊。那这个古琴老师啊，他呢就挑了啊哪个音乐啊，睡觉的时候听啊，好入睡啊，吃饭的时候听。啊，胃口会开哈，哦，那他有整理出来啊，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哦。我们现在教书不简单啊，你得请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来护持啊，这个班级的教学呀，啊。好，我二十几年前教，我就觉得。一定要这么干啊，不然学生随时会出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哦，还有用这些礼乐的教化啊，这个对孩子身心的帮助都会很大。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啊，所以这个音乐啊。会稳好的音乐稳定孩子的磁场是很快的，所以你全校播什么音乐就影响全校的磁场，你的班级播什么音乐就影响一个班级的磁场啊。我们播的是治世之音啊，还是乱世之音呢？啊，你总不能教室里面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哦，那就很麻烦了哦。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啊。你现在在小学，你就开始在让他增长这些情愫，那这些孩子的心定得下来吗？哦，所以老师要会判断哦，有责任哦，哦，你不能不会判断都敢流行，那现在很多音乐是不妥当的哦。哎，好，你看还有一首歌叫《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那个是欲呀、啊，哎，大家不要说哎，都流行了，好玩了。好玩，我们下一代就被我们玩掉了，是非善恶都不懂了。好，好，若违逆性德啊，则怒气伤肝，悲恼伤肺，愤恨伤心，烦恐伤肾。你越伤肾哦，你思虑就越不清楚，所以不能烦哦。要念阿弥陀佛，不要烦，越烦越处理不好。啊，做大事者不可烦。啊，我们是做大事哦，啊，没有什么事啊比教育下一代重要了。啊，做大事者不可烦。烦必乱的。好，那痴疑怨天尤人呢，伤脾胃。啊，这一段呢，提醒我们，啊，情绪都会影响五脏。啊，我们把这个身体照顾好啊，还是很重要哦。戒假修真呢、啊？啊，我们身体好了，对修行，啊，对我们把工作做好，都有直接的帮助。佛法说明啊，随顺戒定慧的伦理道德，啊，则天清。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地宁，不寒，不贪，无水患，不嗔，无火灾，不痴，无风灾，不慢，无地震。所以整个环境啊，跟人心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分不开的，一报随着正报转。所以由是而知啊，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之语，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所以敌具真实智慧。这个汤恩比教授啊，他在强调中华文明的时候啊，当时候是大陆在文革哦，在那样的时节因缘，他还是相信中华文化的力量。而且他已经看到诸多问题，比方说都市化的问题。大家冷静感受一下，人口过度集中，人就很少接触大自然，人就很少得到天伦的滋润。你看在都市里面，三代同堂多不多啊？世代更看不到了，看起来好像都市化生活方便。你看你有这个利，但是它的弊呢？
我们现在往往喜欢方便的，这个叫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啊。生活方便，可是孩子缺乏了孝道，缺乏家庭的伦理，缺乏跟大自然的相处，那他的内心会快乐吗？而且这个是影响他一辈子哦。你那个买东西方便，那是一时方便哦。而且说实在的，在都市里买的东西也不见得健康哦。你看那都市人口那么密集啊，他要生产那么多的东西啊，整个生产线都是急功近利的操作哦。所以这种都市化会延伸出好多问题啊，汤恩比教授在70年代就看到了，这个都属于先知先觉者啊。我们喝一个牛奶，太多人要喝了，然后就要打激素母牛的体内，让它要一直有奶，一直又生，然后他们的天伦也没有了，那个牛一生下来就跟母亲就扯开了。哇，你看这一些方式，里面都有因果呢。你看现在为什么蔬菜那么多农药化肥，吃的包含肉类都有荷尔蒙抗生素这些东西，这个跟都市化有没有关系？可是你吃了这些东西全部回到人的身上来了，所以普遍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都要冷静哦。那农药化肥用到现在，多少土地不能种了，板结了，所以现在我了解台湾不少年轻人呢，学历不低哦，但是回到自己的故乡种有机农业哦，而且台湾山多啊，变成农业有机农业观光旅游，用的挺有特色的，虽然赚的钱不是很多啊，但是生活可以哦，而且去的观光客还欣赏到自然还长这些环保的见识啊，然后去自己去采一些农产品啊，挺好的，而且人啊不是高度集中在都市里面的，回归自己的家乡，更重要的多采采土地呀、这个山西产品啊，那么多静电呢，一采土地，大地母亲啊，回到大地母亲怀抱啊，就把你吸走了。我们感觉现在的孩子悟性不足，好像都说一才做一，说二做二，反应都比较不敏锐，太少接触大自然，然后太少服务老人，服务长辈，不然以前大家族啊，这每天都要锻炼这一些，他不会迟钝的。所以我们这个几千年的社会啊，都是大家庭啊，现在短短这几十年快速都市化，
看我们这个整个身心家庭社会的状况，你看犯罪率，哎呀，这是人心的问题，延伸开来太多了。你说现在吸毒的人为什么那么多？谁不知道吸毒不好？他就缺爱空虚到严重的程度啊，他就可能会寻求这种很强烈的刺激了，才能忘掉他内心的苦闷。所以这个汤恩比教授一些论点呢、啊，还是很高瞻远瞩啊。哦，我想我们有了这些正确的认知啊，我们要带动啊，整个社会啊，往正确的方向去走啊，比方说饮食，然后去带动啊，回归正确的有机农业，这个都跟我们餐桌上吃有关系哦。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哦。哦，包含我们去带动三代同堂，而且你这一份心呢、啊，是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世界在着想。你吃素为了环保，为了世界啊，福田靠心根啊。这个最近呢啊，因为听到一些大众啊讲了一些事例啊，就现在可能治安呢、啊，有些地区也不稳定，那我们的学生呢，也有可能在未来遇到一些危难呢，那有一尊菩萨叫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啊，在《无量寿经》都特别提到。众生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这个学生能接受啊，我们都一定要告诉他们，在危机的时候要念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当然，假如其他宗教也有强调这个。这个大家也可以提供出来啊，我们现在也是以师智为己智啊，宗教团结啊，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那孔孟学说以大乘佛法圆满，含摄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教育。学习伦理道德教育，则耻于作恶。好，我们这几天跟大学生上汉学，他们学的孝道，上台分享啊，都有发惭愧心，然后要改正自己的坏习惯。这个是学了伦理道德，耻于作恶啊；学习因果教育啊，则不敢作恶。好，所以故于五者之中，又需特重因果教育。若未深明因果啊，
虽奉行伦理道德，啊，这个是老人家强调因果要排在前面了，啊，他奉行伦理道德，偶逢遇逢啊高名厚利诱惑之时，往往难以自持。他把持不住了，而成呢意识，一开始是还在学这个道义啊，但是利终之遗憾，最后还是败在名闻利养之下了，这个就很遗憾了。所以晋宗十三祖啊，印光大师常言了，因果者事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所以若欲挽回世道人心，舍提倡因果报应，纵令其学士道德、神通智慧与圣贤佛菩萨相齐，亦无如之何矣啊！况其下焉者乎啊！所以这个印祖高度强调要提倡因果教育。这个人才有根基了，才不会被名闻利养所转。那师长提到了经由王立明警官诸君子发大慈悲心重编疾夫消灾之道，那这个是在太上感应篇汇编里挑一些重点，然后呢又把它翻成白话，那现在一般的大众啊，他文言文不一定看得懂，把它翻成白话，现在往往都要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到西了，详示因果治理，很详细呀，解释这个因果的道理。引人深思，发人警醒，而且这个翻成白话，文笔论事，排版校对，无不认真负责，诚属难得，这个老和尚也是修随喜功德给我们看，老和尚的行仪跟普贤行都很相应，我们的内行人看门道，要看老和尚怎么落实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像我们前面学《弟子规》，常常举老和尚怎么落实这些教诲的。主于为序，请老和尚做序，亦不敢辞。祈愿有缘阅读此书认真奉行者，均获消灾祈福之真实利益，人为福人，居为福地，百福千祥，灾消福来，即在当下，仅此数语，略表随喜赞叹之意。那诸位老师我们共同发心好好深入太上感应篇汇编
那我们所在的地方啊，福地福人居，变成福地了。啊，老和尚说的，啊，一个人真念佛啊，这个地方不遭难哦。好，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哎呦，赶快去找谁，跟谁做邻居啊？什么？哦，这个有点向外求，佛法是内学啊，要请佛住世啊，要请自己。哦，而古人留了一句话：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离去。人为善呢，就跟祸不会感应了，哦，这个祸就会离开了。哦，那我们就灾消啊，福来了。哦，那我们赶快教给学生啊，那学生的人生也是灾消福来。所以施灾施灾啊，童子之命也哦。老师影响孩子的人生命运啊，不说别的，讲几个爱护动物啊，得好的果报，伤害动物啊，得短命报。这个故事啊，小孩单纯啊，一听，他的这种本性，这善根一出来，他就不造这个伤害昆虫。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他少造很多业哦，多造很多福啊。这个老师功德无量了，哦，你看我这个伤口就是爬到树上啊，去抓金龟子掉下来割的啊，幸好没有割到动脉，啊，这个有祖宗保佑。刚好在血管中间，哦，所以我是血淋淋的例子啊！啊，我福报不够啊，没有当诸位老师的学生呢，啊，不然我就不会造这些业了啊！人生总在遇缘不同啊，也先谢过诸位老师啊，护佑你们的学子好啊！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